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64集向您分享桃园市复兴区新北市乌来区呼啦纵轴 GO 对外来跨麦，开车直接导航至伊万农场。炎炎夏日我出去，赞向您分享一条夏日必爬的终极山路线，呼啦纵走。除了天高气爽很凉快，沿路还有三毛榉与神木让您驻足欣赏，全长约 11.5 公里，爬升约993公尺，下降约876公尺，可摸呼山与拉拉山基点及登顶两个无基点的富山与达官山山头。走，追着美景去爬山。八街泊车至伊万农场大门口，在此整装准备出发。全员从瀑布山登山口开始起登，山径上还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帐篷哦。夏天了，就是要爬终极山了。虽然是有上坡，但是还是很凉爽。富山快到喽！快到了，过去查都是从这边就要陡一点。富山快到喽！到达今天的第一座山头富山了，太棒啦！这里是桃园市复兴区富山，我们今天到达的第一个山头，标高1780公尺，无极点。好，富山拍完照后，我们现在往富山前进。从这里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对面这个就是富山，是我们待会要去的第二个山头。我们从富山下来一边山腰处，接着开始就是要一路走上到富山。这里就是一路的龙头岛，直接到富山。上富山这里，我们又看到一棵好大棵的树了。哇哦！上了。对啊。而且他还没到那个岔路哎。轻轻松松哎。这里也有一个观景台可以拍照，好美啊！今天天气大好，来加油！这边上去就是富山喽，耶！到富山的山脚点了，今天的第二个山头，富山。这里是桃园市复兴区夫妇山，又称夫山。赞，标高1870公尺，二等三角点1534号。夫妇山为复兴三尖之一，是由两座山峰组成，点跳山势尖耸陡峭。呼山与富山两山仅仅相依，呼山略比富山高，中间隔着安步两相对望，有如夫妻携手相伴。登山口到山顶落差不到500公尺，总体难度不高，但从富山到呼山需先下降80公尺到安步，再攀爬170公尺上呼山，这段路较为陡峭，
莲蓬林校原始自然。注：复兴三尖是指位于桃园市复兴区境内三座尖山。这三座山的山势虽然不在塔摩八尖的主棱上，但它们的山顶均呈尖翘状的三座终极山，分别是：老大朱富山，海拔1870公尺；二等三角点猫1534；老二复兴尖山，海拔1851公尺；三等三角点猫6231；老三纳杰山，海拔1520公尺；二等三角点猫1532。瀑布山拍完照后，我们现在往拉拉山推进。到这段岔路口，我们往左，往拉拉山。往拉拉山的途中，旁边有一棵高大的巨木。上来这里就是盗墓区了，所以这里充满了 Hinoki 的香味。对。这个也是盗墓区啊，我们真的要保护大自然，不要做这种事情。他们高兴的是挖一块下去，挖一块，这里又在处理啊。对，很大的树瘤啊。可惜的是，旁边还是有人在盗墓，真的太可恶。他没录音的，兄弟再来一次 ，NG， 来，来，大师级，就是啊，你哥，然后谢谢，来来来来。酒足饭饱后，往拉拉山基点前进。加油！这个陡坡上来以后，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山头。这一段陡坡上去就是拉拉山了，加油！快到喽！到了，到拉拉山的基点了，耶！到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杰哥大哥领队，耶！龙月的伙伴们，今天第三者山头。一直往前没关系，一直往前来，我帮你们照三角点，还有人，好来，耶、yeah, ，太棒了，到达，赞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再来，再来，9265号，耶、yeah, ，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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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这个活泼哦，来，年轻的，年轻的 ，UK 的，来来来，嗨，来6265号，我们今天的第三座山头拉拉山，今天圆满成功，来，香兰。我们狗腿队的，好 ，OK。来，你有个，姜马林的就有哦。来，来，佳琪姐，成功，接第三座山头，来拉拉山。姜马就会领。当就对了，好 ，OK， 赞，好。好，来。哦，来，嗨，大哥来，往前，我们的第三个山头拉拉山，好。这里是桃园市复兴区与新北市乌来区交界的拉拉山，标高2031公尺，三等三角点，所以你要6265号。拉拉山位于桃园市复兴区和新北市乌来区交界，标高2031公尺。拉拉一词音译自泰雅语 bower。一说起有垫脚眺望远方之意，因该地地势高，是早期当地泰雅族部落男性守望部落监控敌方入侵的制高点，故而得名。
但是根据日治时期僧丑之助的实地踏查，拉拉在泰雅与士巴之意，拉拉山一级建略。好，现在我们拍完照后离开今天的第三个山头拉拉山，往回程走。拉拉山基点旁有一个很漂亮的山毛菊哦。哇！走走走走，就是这棵美美的山毛菊。回程的途中都是美美的山毛菊。这棵山毛菊的下面就是山毛菊营地哦。向大家分享一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下面这个平坦的地方就是山毛菊营地。这是营地旁美丽的山毛菊。准备回家啰。哦哟哟，好 ，OK。竖围墙啊！哇哦！现在我们加码往达观山，这里的林相也是非常的漂亮哦。这里是桃园市复兴区达观山，这里没有基点哦，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基点，但是确定这个位置就是达观山。这个帮我们四个拍照。这个路线好原始啊，你看沼泽地，奇怪的树木。耶！哇靠，好痛啊！这里就接到雨量计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太棒了，看到了，耶！好，我们刚刚从这边出来了，那我们现在接回这边。啊，这个步道好美啊，快乐的往回走。福八月岭古道，从乌来福山到巴林拉拉山。整个路径贯穿拉拉山巨木区、吉叉天山自然保留区，沿线有许多红块巨木，也是野生动物生活的重要栖地环境，物种丰富多样。古道为早年泰雅族人狩猎、通婚、访亲的社路，日治时期设隘涌线，作为山地警备道路。至今仍留有住在所的遗迹。哇，这棵超大棵的神木啊，壮观！啊，走到这里，我们看到前方有木栅栏喽。记得哦，这个木栅栏过去就是叉天山自然保留区，不能随便进入，一定要经过申请哦。啊，21号巨木。2700年的历史。哇哦！这一段有一个木桥，看到这边，看到现在游客就比较多了。哇，踢出来这一段好美啊！哇，这个这么棒的地方啊，一定要这边大家来休息一下子。我们到拉拉山游客中心了。接驳车就在这里完成了今天的行程。